嗨，大班小朋友，你们好！来，现在我们要做道德作业的练习，请小朋友准备一支铅笔，然后把作业本翻到第九页。第九页找到了吗？好，我们看这个要做什么呢？谁做的对？把做对的小朋友在圆圈上画打勾，打勾，知道吗？那我们来看哦，第一个的图，你看妈妈在带着弟弟散散步，是吧？诶，不小心见到阿姨，你看弟弟会向阿姨说：“阿姨你好”，会向阿姨打招呼，很棒，对吧？那我们给他画上打勾。那旁边的呢？旁边的图，你看这位小朋友连看阿姨也不要啊，阿姨一直叫：“诶，小朋友，小朋友。”你看。这位小朋友他就不要向阿姨打招呼，是吧？我们要给他打勾吗？不用啊。那我们看下面的，诶，你看这位学生向老师打招呼：“老师早上好，老师你好。”那他做的对吗？对，是吧？很棒，我们给他打勾。那旁边的这位同学见了老师就不理老师，就马上走掉了，你看这位学生，这位同学要给他打勾吗？不要，是吧？呆呆。那我们看下面的，诶，你看妈妈又见到了阿姨，你看弟弟不要向阿姨说你好，阿姨，阿姨不要跟阿姨说话，你看呆呆，我们不给他打勾。那最后的图，哎，你看他跟爸爸一起向叔叔说：“哎，叔叔再见。”哎，很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给他打勾。好啦，我们的练习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